最后恭喜我们在第一轮当中晋级的就是我们的杨可爱。好的，凯哥，因为一会儿还有接下来的比赛，所以就先不采访你了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。Let's go. Have fun. 加油！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嘉尔队长决定他们的出场顺序。第一位雷小阳一号，第二位腾仔二号，第三位沈凯强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的三角 battle 第二场，同样是三位选手，再次把尖叫和欢呼送给他们。DJ ready, drop the beat.
3, 2, 1, cheer. 审判前 ，Let's go. 3, 2, 1，恭喜雷小阳两票，藤本两票 ，Last round。3, 2, 1，恭喜雷小阳三票，曾宰一票。棒！小阳家每一次都会给你一些小惊喜。听的部分，还有是他自己的动作变化部分，都会有给你一些些小小变化。其实他已经 battle 了很多次，但是你会每一次都还是看到他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，真的很会听音乐。哦，杨哥，我觉得音乐非常厉害。对，我觉得他不管什么音乐，他都能非常驾驭得很好。对，第三 round 的话，我有纠结了一下，但是后来我最后还是给了雷小阳，因为。那首歌其实是 popping 音乐的，正常来说的话，藤仔应该是能够去取胜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，我看到他状态不好，而且呢，他的那个帽子掉地上已经不止一两次了。第一次他化解了，跟着一个音效拿起来 ，OK， 但再出来他又掉一次，他就已经没有东西化解了，他就硬拿起来再跳，待会又掉。好的，现场的各位观众，首先我觉得先应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沈凯翔。有什么想和大家说一下吗，沈凯翔？没想到就是，第一次 battle， 然后是跟藤仔和小杨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非常开心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们的藤仔非常精彩的表现，先把掌声和欢呼送给我们的藤仔。
很开心跟两位我们的两位选手 battle， 很开心。谢谢腾仔。